不过我们澄清一下，我们刚刚的版本其实是前半段500而已啦，前半段后面的太嗨了，我们嗨不起来，因为年纪有点大了。<笑>后面那个阿勇跳，我爱你1万年，有没有？爱你1万年，哎，演唱会版本啊，我怕那个从此在这边起不来这样子。<笑> 我拿后盖再来准备哈，跟着谁？感谢大哥你的建议啦哈。好，再来应该是最后一首歌曲吧。好，来，嘛是一条台语歌啦哈。对，好，好啊，台语歌，来，你咱时间已经超过啊，拍摄一点最后一点，后边时间哈，咱再来最后一首歌曲，这条歌曲是啊，台语歌手沈文成的歌曲。沈文成，好，啊，这条歌曲，等下，哎，我们还有个礼物哈，咱的。 哦，这条歌嘛真深的哈，这条歌真深的，这嘛要唱回来哈。大家找，大家等下找我歌名，你若捌听过，你就直接回答；，啊，若唔捌听过，咱该找歌名哈。哦，沈文成的歌，沈文成的歌，来。
谢谢，不简单的人物。不过咱有咱的三分钟大哥啦。哎，我年大细汉哦，迄囡仔抱咧卖算，拢嘛哩。安尼哦，哎，本钱啊，本钱啊。好，哎，我们今天终于跟上了，我们也认识。是是是是，感谢感谢，赞助咱的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哥哈。啊是讲啊，哇，即马阮面包唱歌唱一半吼，吼，啊全部拢总哦大叮当嘞，我惊死，啊拢走去去的呢。 发生什么代志？唔知呢，我嘛感觉好奇的呢。啊，结果哦，我看到阿董啊吼，大大大吼，目睭拉阔，奇怪，安尼哩，哟，早无去，就是要对人去排队的啊。奇怪安尼哩哩，哦，原来这手柄啊，今麦咧好康放送啦。哦哟，好东西啦。你啊奖品啦，啊你奖品。 奖品都加马乌啊！来来来，举手就有，举手就有。那但是哦，那个排队那个整点放送，跟咱这不同款啦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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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，哟，啊，即马我咧甲看，时间虽然哦已经啊，要到十点嘛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以民意为基础啊，来做一个民意调查，好唔好？民意哦。 哎，啊，无你即摆是是要收大咩领钱啊你啦？啊啊，无，唔对，啊，这地位也我唔敢。对，哎呀，你话，唔是我的啦，是咱的乡亲的。哦，跳了，乡亲，乡亲公，啊，请你敬礼下课才可以下课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勉励最大。好，现在做一个勉励调查，希望面包合唱团再唱一首歌才下课的，请不要举手。 哈哈哈哈哈！阿你问咪啦？哎，问我，通通没有举手，百分之200%同意。你袂准啦，什么你袂准？你讲什么袂准？你拢无举手啊？对啊，啊，迄个题目啊，是我出的嘛，我设计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全部拢总无举手，就是全部同意。啊，同意。我来，我来问你哦。上团哦，唱一首歌哦，而且呢，非常的不简单。怎么讲呢？龙机展。 从第一届，17年前，当时办理第一届龙机展，是一开始差不多100摊而已，真的哦。到今年第17年哦，已经将近2000个摊位，不得了哎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梦。没错，话说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对，如果你坚持到最后，你就有可能会成功。要有错，但是你没有坚持，你就不会成功。 哦，所以呢，是否请面包三位大大哥，来唱一首跟这个梦有关系？我们来圆梦一下，好不好？一首跟梦有关系的歌。好了，那不是梦，对，哎。
那这样既然不是梦，哎，那我们就来唱一首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好哦，不错哦。你的未来不是梦，大家的未来都不是梦，好吧？哎，但是呢，有梦才会美，对不对？梦就会香水哦。啊，把脱下个高粱这里，面包和上床。好，那这首歌曲呢，因为响应国际哈，对，我们加进一首英文歌曲。哦，买了国际一下就对了啦，吼，好，那把我的未来不是梦跟一首英文歌曲结合在一起，好，大家听听看，好 ，OK。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，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希望在动，合唱团演出成功 ，Give me five， 谢谢，耶耶耶，帅哥主持人，哇，伟冠老师、袁老师，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去按个赞哈，感谢大家。